各位同学们，大家晚安，又来到我们凤凰蜜的盘后的八点半的节目。那这行情到底好跟坏哦，就是选股而已啊。你选股不要输给大盘，大盘这边就17000左右嘛。你说它大涨到哪里也没有，现在大盘已经不是重点，因为重点是在于说，很多人想说，哎呦，电子股怎么又没有成交量？就成交量没有，代表它就底部啊。坦白讲，真的，你看看这台积电呢、啊。因为不要这边自己瞎的，只是买它没钱赚。的确，这种股票目前它去年大涨一波，涨一倍、两倍、三倍，全部在电子股上面，对不对？那接着，当然台积电这个地方，你如果严格说它有跌吗？它也没有，它588最低点，只是没有，还没有开始大涨。所以，因为它没有涨，电子股没有涨的情况之下，全部都是因为台积电。哦，还有包括联发科，不小心听说哦，对啊，又1000块跌，不过那也没什么。但有一档股票跌很深的哈、哦，我们从那个电子股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大家注意哦，3661的四星啊，其他这个几乎要收，几乎要收涨停板，所以跌深就会大涨啊。何况传产股几乎是30年的大行情，跌的那个，你如果严格说，现在涨很多传产股嘛，唯一涨很多就一档股票，真的涨蛮多，但是这个它还是很可怕，为什么？因为很多空头这个地方输死了，真的叫20。所以我跟你讲说，多头行情不要看跌就一直去放空。你看，要涨停板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前两天太弱嘛，很多人就看它已经长黑棒出现，哇，这个应该要大跌了。结果它给你拉这四根呢、喔，就拉什么？拉空头回补就可以了。你不回补，那就刚你两。连续两只涨停板，包括任何的盘中都有黑盘，任何去追空的人，通通什么，通通今天都是送你一个涨停板，就是都是空头助涨买回的力道。但是现在这种股票已经很延伸什么，已经不是我讲什么可以算什么，那等到那筹码什么时候丢出来为止嘛，就是输家赢家已经快要出现了嘛，已经定论了。但如果你没有去参与的人，这个地方不是没有赚钱的机会。很多人说老师，哎，中红那还老 K， 啊，你那时也看不起他。我是没有跟你讲过中红，讲真的去，哇，4月1号这片资料，现在涨的都是跟这个有关系。尤其我特别跟你讲的是中钢，哦，他。6月盘价渴望挑战12年涨，这个东西都之前有跟大家报告过。然后拜登寄出的这个八年的政策，跟基础建设有关系哈，包括中国大陆加入了，包括现在很多人都形成什么，知道通货膨胀都会变成涨价概念股。但这已经都不是重点，重点在4月份那个时候的4月份艳阳高照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买过钢铁股？对不对？那现在这行情严格说起来。如果你买对的是钢铁股，哇，你是笑眯眯，你哪管去年你有没有从8523上来，对不对？包括1268过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跟上？不重点，所以重点你不用去看指数。现在很多人跟我讲说，老师17000很高了。当然我承认它没有，它不是低档，但就是因为它很高，你相对要知道，还是很多股票30年的大行情难得一次，你不好好赚，你等，你静待何时？好，我们来数数这档股票。大家，我一直告诉你，最好什么都可以没有拥有，你没有中红都没有关系，因为早晚中钢有一天会什么，会补你中红所没赚到钱。而且本来真的老大哥是中钢啊，所以早晚中红越涨越多，那中钢嘛就越好赚钱。今天虽然没涨停板，这种股票就代表没走完，12716张哈。拜托哈，你要注意哦，它几乎还没有收涨停板。那真正好的股票呢，当然是一定看中钢的啊。如果盘价一旦不涨的话，你觉得中红不会跌？但是中钢本身好在哪里？它本身基本上跟中红已经差了10几块了。可是想当初我在跟你讲中红的时候，中钢还在25块、27块左右呢。来，我们看一下。上个月4月初的时候，这边就好了。4月1号，好，那时候中钢在哪里？25块，差5块钱，这差那价格差在1/4，哎，对啊，多差5-6块钱。啊，现在两个差那么多，你觉得你这个地方，我叫你买中，我跟你这样讲对不对？我说便宜赚，大赚。你不要去羡慕中红，因为这种东西有时候那个东西不是投资朋友你可以赚的钱呐、啊。但难得一生一次大行情，你没有赚到中红，总该跟我讲中钢要赚到吧？
那钱就这么好赚。现在如果严格说，你买在这种真正主流的股票，要继续加满油，拉回加满油就可以了。啊，现在接着什么？接着一定是在现在这边还有个南叉啊，好，不是没有东西给你啊，拉回继续嘛，早买点，因为这个已经是成为我的四月份的代表作，一档是力鹏，地板是中钢，一档是新钢，23块。我卖掉之后，今天最高还是来到23块，我就卖在23块。好，那当然，如果老师那这样还不够，拉回再找买点，因为已经没得涨了，只剩下我给你选的股票还不错。那好，我们来数一数，4月16号开始就好。那时实际上300万资金之前，我们是从4月16号刚一个月的时间给我就好，有没有办法赚倍数？现在真的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可以，300万的资金，你只要买这些股票都不是特别强的。我已经帮你数好，到今天几号？今天5月10号，快一个月，30万、96万、110万块，大概就我跟你赚的都最保守了，都还没有跟你讲说那个力鹏涨到16块，好，中钢今天在45块左右，这个算100万、140万，你的300万资金没有一倍，也有50%，而且这个股票都还不是盘面上最强势的股票。但是只要你把听我的话，不要在电子股上多做文章，四月份只要好好买我们30年大行情一次的，难得一次的，我跟你讲都是最弱势的股票，你一定可以跟得上。因为这些股票包括力鹏今天都没有什么特别涨哦，都没有，还是在14.4。我跟你讲都是以今天的收盘价附近为主哦。而且我买的，我带他买的时候也没有最低点哦，因为我们会员那时候来的时候，之前我们已经多走了一波，还有更低点的力鹏，还有更低点的中鸿哦。我只是说我的原则，只要超过一个约略一个三次加码，再加码，再加码，你为什么会输？哎，那投资朋友有时候就是你的老师，不要说你的老师，就是一直哦不断的垫高会员的成本，垫到有一天什么崩盘为止。大家一直死，所以都是纸上富贵，我不喜欢这个样子。我一定让每个人能参与过，赚多赚少，只要是股票，一定会有比价效应，都会涨。所以在中鸿之后，我对特别告诉你，就买中钢。那时候在33块，4月14号，大盘来到16600，所以严格说，大盘来到16600，这一波开始涨上，全部到17709，全部是传产股的行情。好，传产股包括钢铁，包括纺织，你都知道。好了，现在不用讲了，你喜不喜欢这样操作？这都是最弱势的股票，严格说这几档股票都是在纺织钢铁股内都不是最强的，但是你只要买到趋势主流股，因为它是30年的大行情，不是一朝一夕的，所以它绝对回不去，人生难得一次，你这些股票通通带给你是不一样的感觉。而且加码当然都不跟你算了，你没有赚一倍，也有赚个50%吧，300万就150万，就这么轻松落在口袋，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月。所以投资朋友，这个地方你要怎么办？你要跟上。有时电视上跟你讲的股票，当然都会一个趋势的热门股给你，但难难在哪里？投资朋友，你真的很难做到什么？你会东一档西一档。现在谁手上没电子股？几乎在看节目过程，会赔钱，全部都是电子股的影响而已啊，都是因为电子股了。但是之前，电子股在大涨特涨的过程，你早就把它卖掉，等它又回来做整理的时候，你又给它崩零。但是我不一样的地方，我告诉你，人人都有赚钱的权利，包括五月份，五月温馨的五月天，你就要赚17000来了，你就是要非赚不可。因为今年本月的行情很明白告诉你，它要马上创波段新高17700走，难上加难。但是很多个股更会飙翻天，你还要看到一档股票，纺织股，好。这个卢鸿叫什么？它叫卢鸿，它是什么概念股？它叫 Nike 概念股。在这次美国的道琼持续创新高，包括礼拜五的本身最涨最多的是 Nike。那当然就是这该涨就是要涨。去年 Nike 被打趴了，而且严格说实在 ，Nike 这家公司哦也是受疫情影响的，但它很厉害。它很厉害在哪里？它本身的话没有去。他在最不好的情况之下，他的营收还是持续成长。在去年2020年的时候，好，最重要，这都是台湾最重要的协力厂商，一个叫卢鸿。卢鸿来到600多块，叫什么意思？他已经很告诉你什么？
它已经是一档已经漫游天际线创了历史新高的一档纺织股，所以纺织股在这边除了钢铁以外，都还没有走完，因为很多钢铁股根本连创波段新高都没有，只有一档几乎要创波段新高的是中鸿，好，你要记住。所以为什么我一直敢跟你讲说耳提面命的，你拉回要继续加满油，就是钢铁股啊，有些好的，尤其是中钢啊，因为这种股票不会伤你的。好，包括还有你从这主流上面，纺织股的卢鸿已经创了历史新高，所以这个纺织股呢，好，当很多人知道说啊，这新疆棉的病，这我在三月底跟你谈的，好，这钢铁跟纺织都是三月底跟你谈的，三月左右的。所以严格说实在，这纺织哦，大家现在有知道，棉花的问题，因为天候的变迁太严重了，所以这个棉花已经变成是什么？因为它是原料股嘛，那当然在这个地方，在印度本身疫情这么严重的采收，包括天气的变化，这个的确开始出现它一个难度了。所以钱何用论，就是要说钱，很多人说哇，现在股价太高。你是现在如果以通货膨胀、宽松货币来说的话，现在17000，你不要去看那个指数空间，你要看的是说为了它所形成的通货膨胀会非常的严重。因为物价会高涨到你不可想象的，所以这个要大家什么开始这种原物料了哈，纺织股也冒，包括他们还有资产股很多，所以接着你要去注意资产股。我要跟你谈的时候，钢铁、纺织之后，你要注意说三合一，如果那包括那土地资产太很丰富的公司的话，我告诉你一定胜过你手上那些电子股。好，那纺织股这个地方你也看到，好，接着当然有一档股票，很多人到现在都跟我讲说，老师啊，他还牛。是那时你吓死我，趁这档股票叫会员买进来之后，现在是什么20.5？我们同时那时候有两档巨子力的，一档是力鹏，一档是吉盛。但是吉盛为什么这一波会这么强？哦，实际上吉盛那时候的价位也没有比那个力鹏来的好多少，只是它比较高一点点而已。它是12.2块买，买到之后如果没有跌，我随便你会员要加息，还有。有些对这种股票变成长久下来三，因为这惊没惊三米，我也搞不清楚。甚至很多人把豆哥妈给豆哥讲，甚至还有停损还赔钱。我说你能赚100000，不要只赚1000，甚至你不要给我赔钱，我会垂心肝，老天爷会掉眼泪。那公开跟会员讲了，但有些会员就是这么奇怪。所以散户实际上有时候，你的心里当越恐惧的时候，你就什么就越不要恐惧。我坦白跟你讲，你越惊的时候，你越不要怕；你越不怕的时候，你越要小心。因为现在很多人反而为什么套了电子股？因为你不怕它嘛，你也很怕纺织股，所以纺织股反而你不敢拥有。但是我是让跟你发觉到，吉盛在4月6号涨到现在，虽然没有涨一倍，也快50%了哦，它再创波段新高。好，包括15.5块，4月14号那一天，除了这个刚才那个资料以后，我们的会员单股会员重压集中火力大狗给拉回继续买的就是吉盛15.5，你买了没有？绝对买到，而且都还有跌破。4月8号就告诉你持续看涨，要耐震，那时才14块哈。好了，就这样子，这个都已经轻舟已过万重山了。好，现在接着，当然这张股票既然会来到这边，最重要的我要跟你谈的是，你们看股票越涨越快，越涨越快在哪？取决在这个地方突破，它是20年来的新高点。好，近期股价这是20年18.2，刚刚突破重压区哦，重压区卖压相当的重哦，结果它突破就这样，就全部被人家吃光光了，甚至还有人赔钱。我就想说，你能赚100000，你跟我派赚一。啊，真的还有人赔钱急胜，真的是有人赔钱急胜哎，我真的不骗你啊，真的是哦、喔，有时候同学那种有时候要叫你赚大钱，你就而且你可以买100张很便宜，50张很便宜，现在你要去哪里买？现在越买越贵，因为原物料在涨价了哈、喔，这种股票也回不去了。好了，最少这档股票。接着我要跟你讲什么？吉盛之后还有一档股票叫做力鹏，跟它一模一样，都是聚酯力的哈。卖这个公我无跟你讲啊哈，你要不要不要看它创破烂新高？你卖那根本其次的。30年大行情，你不赚可惜。现在这档股票，不过我们买的时候9块钱、10块钱，有没有赚50%以上？所以严格说起来都有了。好了，这档股票进来。如果你手上那个创波段新高没卖掉，你要看到吉盛怎么涨的。好，接着我要跟你讲一份资料，吉盛是不是突破18.2，后来越涨越快，就像今天又不小心又涨停板，涨停板连续2次涨停板。
所以股票在涨最后那个哈，那个一旦它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时候，你真的很可怕，你根本就抱住了，每天就是赚赚不停。所以你等待着这个机会，所以这张股票也是一样，注意哈，这大底已经完成这边十年，十年这个地方的重压区在16.4，那个重压区是20年的，都已经被突破了。所以你要点耐心，这样力捧哈，因为投散户朋友手上有技术线型看起来也是不是很妙，还在整理，没错，还在整理。但是技术线如果可以让你赚大钱哈，我跟你讲哈，早就每个人成为大富翁了。安乐后啊，现在要做什么？就是要什么？这种股票叫非赚不可啦，就这样子啦。简单一句话来讲啊。那至于中弘，我不会再邀请你了，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我愿意做的事情。我坦白跟你讲，因为我早就跟你讲中弘。该买你不买，不该买你这个地方一直跟口口地起没走。好了，这样子好了，今天再加一档给你了，除了南差拉回去加满，这档股票你更要给我好好的加满哟。因为什么？我都还没有跟你先排过，等一下给你打开之后你就知道。第一个，它净值25块，你看那个中弘的净值在哪里？才不过12。你注意看，中弘在12块啊，为什么它被嘎死？你知道很多人空头一直放嘛，一直放嘛。它12块都可以涨起来，都可以涨3倍，都快要创历史新高。这档股票净值在25块。如果以资产的概念的话，这档股票资产股也是资产股，在如同中弘在25块的位置，哈，25块的位置，刚刚冒出头来，中弘都可以涨3倍以上。从我跟你讲完之后，还涨了2倍。你最少给我赚1倍，那这档股票一样，你最少不要赚1倍，你也给我赚个30%-50%，好不好？最少不要每天口口在那带着，哎呦，什么时候电子股会上来？它电子股也跌不下去的嘛。但是如果你要补一下，让你自己每天的嘛快乐一点的话，要非赚不可的话，这个地方这档股票是蛮首选的。好，那如果你已经把我的力捧卖在低档去，那我满不发抖哈，耐心等待一下，好不好？不小心有一天会不会不小心猪羊变色跟极盛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它机会很大，好不好？那所以温馨五月天，如果想要拿我们的密令，准时要出发，包括其中要想要重压的哦，现在很多十几块股票还什么还可以涨倍数的太多了，好好的把握一下哈，这个地方。那包括你手上的电子股也不用这么害怕。该怎么做规划管理的话，交给我们的团队，我会一一的帮你打造一个什么？从17000之后，你还有赚倍数的空间，就怕你不怕你赚钱，就怕你不来拿秘密。好，这个地方好好的把握。好，我们中弘第二，等你来一起来赚大钱，涨个倍数，一点都不是很难的事情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牛戏年来，2021扭转乾坤。亚洲投顾祝您发大财，免付费专线0800-370-888，0800-370-888。金牛戏年来，2021扭转乾坤。亚洲投顾祝您发大财。免付费专线0800-370-888，0800-370-888。又回我们这个单元，所以接着当然接很久，很多老师那百合很久没跟我们讲，为什么不需要讲啊？因为这种股票你买就是会赚钱啊。除了那个卢鸿是 Nike 概念股以外，当然包括这档股票，我也跟你报告过，它也是，这都很好赚啊，就是拉回早买及持续加满油就对了，它也不是马上大涨，但这种股票都是已经分享说趋势主流在这边，就非赚不可的股票在这边。但是我要再证明一档股票，很多人说老师我把百合卖掉，每个人卖掉都赚钱，因为我曾经告诉过你，这张股票叫主升段启动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买的位置也告诉过你，4月14号，这张股票严格说是涨最少的。我从4月14号，买，我那时候因为那档股票4月14号它的启动点在89块，好，你注意一下，好，4月16号它回到95块，我告诉你这边还是继续买，你仔细看一下这档股票这两个点有没有一直回来做洗盘，有吗？所以你都已经开始买，在破不掉，你惊嘛，哈。
你有没有发现到很多人都卖掉百合了，刚好不想，哎、欸，怎么今天百合又什么创破断新高了？不要说你了，现在我很多那新闻老师，哎 ，keyboard 上 keyboard 先来玩好不好？你换掉，你告诉我你到底要买什么股票了？你卖掉它去买中红，对不对？当然是错错错，你要代表说我给你选的股票一定有它的价值嘛。包括今天最低95块，你是不是看到又很害怕，一直很想卖什么？今天不小心冒出来101，你要严格说这种股票也没有大涨，叫98.9，收盘98.9。好，再回过来看一档电子股，叫显示卡的2376的，这个有水不？啊，大老 K， 对啊，大老 K， 以前机价没人要哎、欸，啊，电子股现在怎么这么离让了？它怎么还这么强？所以有些股票，有时候你要耐心等待哦，它 key 后的时候是做 combo 的呀，它起风是永远回不去，因为代表是大多的行情，好，不是我特别会讲什么股票。现在这种东西都是你该赚的钱，为什么在多头行情里面有人可以赚很多，一个月可以赚个倍数，50%，最少要30%以上才合理，因为大多头行情嘛。有些人更甚至赔钱，因为你一直惊一直惊嘛，一直找低点找低点找低点，找一些还没有整理完股票嘛，等到真的整理完之后，噗涨上去了，你一张都没有了。所以一样哈，这次如果严格说起来，百合我为什么想跟你讲，百合跟它是没关系，但百合的。它是传产股，包括它赚的钱哦，今年月率有8块钱到10块钱呢、啊，哦，这样子。所以我选的股票代表什么？我选股市场如果第二真没有第一了，就算跟你讲的这么清楚啊，你马上惊呆了。哦，这样子。那这张股票严格说出来，就是持续会涨不停嘛。如果我跟你讲的股票是为了赚那个5块10块，你不用来找我，你自己赚就可以嘛。包括你为什么看电视，你都赚得到钱，你很喜爱我们，因为我跟你讲股票，你都赚得到钱嘛。但是百合会不会再回到那个40-50块？那不可能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但今天是不是在创破断新高？它是 Nike 概念股。好，最后就送了一档股票。我想很多人知道这档股票，这档股票股价很难瞧，啊那瞧瞧北喝水也很难搞哦啊。可是我认为它是东方不败，因为它是一档非常在如果严格说的这些传产股，很多股票是刚刚从这一两年才冒出头来走，它十年的大行情就是什么开始在走十年档，这张股票早就已经什么13年的大转折，代表什么？它是最领先传产股，早就已经涨7倍。这严格说，这张股票才正在走它主升段，第二次的黄金买点出现，你可以买很多，可以重压它都没有关系，但它不见得马上会大涨特涨。但是这种股票，我告诉你，不要忘记，现在通货膨胀相当的严重，这种股票只有什么？两岸就是你就不要去管它就对了，如果你错失掉百合40-50块的百合，我觉得这张股票的未来绝对不会输百合的，好，就这样子，只能这样跟你报，因为股票就是这种样子啊，你要点耐心等待，而且这张股票已经时间点已经没有什么低档了，所以如果你知道它是谁的话，你继续拉回的话，有机会再拉回的话，继续加码油，因为人生只有一次。它上一次这一波在走它主升段的时候，在99年的时候是走了7倍，涨7倍。这一次它低档的话是从34.85涨上来，如果严格说，去年才刚刚冒出头来而已，那今年正是什么？正要走而已。哦，连涨一倍都没有一倍，所以很多可以选择的机会，投资朋友，你了解我意思吗？不用去羡慕现在的中红，哦，不要说不该就。如果在4月份的时候，你有3档这样的股票，从4月份你信不信得过我？你一定不相信，你也惊讲，哎，那我说什么股票？哎，哦，那买电子股较好，结果什么最好？就是这些股票最好了，现在涨不停啊。所以未来你也要找寻一些。4、5月份的股票可以持续涨不停的非赚不可的股票在哪里？好，其中一档、两档，一档中恒第二，一档给傻秘书，就是他最少等80块再来找，再什么，你再给他获利了结哈。希望你看得懂，也知道我在跟你讲什么。那这边的话，大家持续要加满油，买重要的哈，把电话拨通。我们现在有个非赚不可的专案，祝福大家操作顺利，年见，谢谢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